好，这一集是谁来约会的 SP。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看谁来约会这个节目，大家不要觉得我只是为了想要约会而做的这个节目，我还是可以从节目内容教大家一些事情。今天这集内容很重要，是因为我要教大家如何分辨臭婊子，因为我身边会出现很多臭婊，所以身为一只很乖的玩熊，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样分辨怎么样的女生是好女生。当然界定有点怪啦，因为每个人对好坏的标准不一样，但是我的评断很简单，我不喜欢有公主病的人，我会判断她有没有公主病。第二个，这个女生是不是爱钱？虽然我没有开很好的车，可是有的女生一上车就会问说：“哎，这台车是你的吗？”她要确认你的财力关系。然后还有一种是跟她聊过的天，她到底记不记得？有些女生其实算是细心，你跟她讲过的话，她都记得，那代表她是有认真想要跟你相处的。对于感觉比较有钱的状态，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反应？我可能会拿1000块直接撒她满脸。臭婊子，臭婊子爱钱是不是？那会不会不太好？对，所以我就来看，我希望这个女生是好女生，那她有机会在第二季角逐跟我交往。那你觉得会有干爹赞助你第二季吗？有机会。另一个是看他有没有公主病，我会拿什么装，然后我会跟他换上御剑神州的样子，然后可能会去买东西，看女生会不会主动问说多少钱要我帮你付吗？我一定要讲，我那天超不爽，操他妈！我上次载一个女生，然后后来跟我要，我他妈已经载她了，还跟我要车钱，你老母了！哎，欢迎收看《谁来约会》。今天是特殊企划，不一样，因为我会教导观众一些东西，如何分辨。OK， 看我在车上录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跟我约会这个女生，她到底是不是臭婊吧。那我们马上欢迎今天的女生尤妮。你好，有点陌生。那有小聊过几次天，我跟她是在一个公开的表演认识的。是的。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这个女生蛮可爱的。所以你是什么星座？双子座，跟你差一个字，你是双鱼。有在记。双鱼星座很浪漫，真的吗？通常第一个大家会说双鱼花心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说浪漫，双子也是榜上有名的花。没有啦。所以今天会去做一些有趣的行程。在此我们感谢御剑神州的大力支持，因为他有8种职业，轻松过招，千变万化的武学系统，最重要的是有亲密的交友，记得去下载哦。对，那现在我们先去做第一个约会行程，陪我领钱啊。那我们先去领钱。哦，好，我先上厕所。你是不是要尿尿？对，你要尿尿。我觉得这女生目前都还算过关，所以现在来领钱，看一下看到我大叠大叠的钞票会不会。有水谁？会不会兴奋？哎，有你，我领完钱了。好多新台币哦！哇，怎么办？这财不露白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你，这地上好多钱，你会帮我捡？因为我不拿男人的钱。漂亮。我也不拿女人的钱。那我们就把钱放在地上吧。好。好几万块，不要闹。这到底多少钱？你对钱比较没概念吗？这样大概是多少？我猜一下。有些人一碗的价钱就是三。一碗什么？一碗牛肉面。一碗牛肉面。对。这么贵？来自牛肉厂的牛肉面。你会不会很讨厌男生炫富？可能会有一点。对不对？你是觉得男生炫富很北兰？没有啊，但你炫得很可爱，因为你酷炫嘛。我是酷炫，酷炫富。有的人会说，给你40000块陪我，这就肤浅了。都给40000块了，当然直接爽啊。我不是那种男生，抽烟不久不嗑药，做爱都带保险套。我好顺啊。我最看不惯那些用钱砸女生脸的 YouTuber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约会吧，出发。你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吗？还好。不是公主病。不是，不怕麻烦，不怕。那麻烦你跟我在一起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接下吧，你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进入演艺圈？那个感觉就是跟妈妈说，妈，我要上电视，我要成为电视上那个人。哦，那跟我很像。我小时候看到那个比基尼女郎在电视上走，妈，我要上她。我来讲一下我的小时候的感觉。我就觉得每天有电视的摄影机在盯着我，然后走进电梯，我看到上面的监视器，我都觉得在拍我，所以我那时候是24小时处在亢奋表演的状态。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是很渴望舞台，这是真实的，这真实的啊！所以后来去录大学真的没有。过了那段录影的时间，我发现我更渴望的是一份爱。
果今天准备了古装，我们来穿古装做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做一个穿越剧。好，那有几套古装？几套古装吗？五套。五套没有了，今天只有两个人了。哦，这造型很帅哦。真的吗？我想象中，如果我演偶像剧会换的样子。马上来换装，配件这么多，然后换衣服，然后他自己去换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就代表他没有公主病啊。你需要帮忙要跟我说啊，我可以帮你啊，全部这样自己去换好。没有公主病，别人怎么做？一点火花都没有。不错啦，女生还算是不错。要怎么判断女生是不是臭婊的？其中另外一个步骤就是露出棒棒。我这边有个雨伞棒棒，看她看到的时候会不会兴奋？像雷拉看到的时候就会兴奋，像。啊，雷拉，换装完毕，我就是大理寺，你就是玄女，玄女御剑神州里面角色的装扮。这边我要送你一样东西，哇，棒棒，哇，耶，好开心哦，你好开心，这是啥？而且好漂亮，帮女生撑伞，游戏中的这个造型，哇，它蛮适合的，很可以，对啊，那世界下雨了吗？我帮你撑伞。这好像是什么时事？我们这样造型在外面走，不介意吗？不介意啊，我蛮介意的。很多人会看，把考验一下我们的脸皮厚程度在哪。好，出发，出发了没？大理石，抗字，我叫大理石，我是大理石，玄子，我是玄女，你是玄女是不是？我口渴了，口渴了，水水，你要喝水水，那水水弄，哪里有水啊？老师的水要买吗？哪里有水？啊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吓到了！请问这个水怎么卖啊？二两。二两台语怎么说？一两。你骂我？你骂我娘啊？你娘？你娘？你娘啊？不是，我刚好这边有你娘，我有两两。谢谢，不错吧？这个水蛮贵的。对，当然，我古代一样穿梭自如，难不倒我。NPC 路人抓来，直接塞在路边，也不用给通告费，了不了？这就是 YouTube 拍片的实力，吓到了吧？多学学，继续约会。各位少侠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哪位？哦，跳舞助兴，你在那边。既然诚心诚意的发问，我就大方慈悲的告诉你，我觉得当今世上最会自肥的网红，酷炫老师。哇！我问他呢，姐姐，我可以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是 Uni。那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吗？好啊，好啊。Hello， 我在这哦。马上多两个追踪，对不对？直接粉丝加你 IG。谢谢顾炫哥哥。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加油，靠自己哦。很棒，靠自己哦。我就欣赏女生这样自立自强，不用上节目你就已经很棒了，因为你还有在封神有一些很棒的表现。嗯，介绍一下你 IG。IG YUN.618。对，但是我要考验一下，你是真的都仔细在听我讲话吗？对啊。确定？确定。连业配内容也会？也会。来，请开始表演。八种职业流畅过招，丰富千变万化的武学系统，还有亲密的交友系统。对，因为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游戏还可以交朋友。对，而且要练一个角色等于是练八个角色，因为它可以转职，所以你一个角色它直接技能点一点，直接转职很方便，所以你在练的时候会特别有成就感。哦，游戏厂商非常棒，知道以后要找谁业配了。酷炫老师。所以优你平常有什么休闲娱乐吗？运动啊。你喜欢运动？嗯，我刚好也喜欢运动。真的吗？你该不会说床上运动？没有啦，你看我影片讲那些都开玩笑。现在流行床下运动。我是床下运动，就女朋友在上面，我在床下。啊，但是要进行床下运动，先去吃个饭，填饱肚子。好，因为毕竟那个项目比较刺激一点。哦。而且让那个肾上腺素先那个。所以床下运动，你刚刚说那样吗？没有啦，就是有没有？对，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不需要知道太多。他还太纯洁，不要污染他。来吃饭就想吟诗作对，床前明月光，地下鞋两双，举头望明月，鸭血粉丝。我们来看有没有鸭血粉丝。你吃鸭血吗？吃。那就好，来了，今天我请你了，没关系啊，客气什么，自己来，客气，没有，我觉得一个人付一次这样子轮流，女生都不用特别说，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全付，只是我觉得有被问到的感觉是，对，像是很多时候会大家一起拿起Uber Eats说我要叫吃，然后很多人会顺理成章觉得很气。我问一下怎么给你？对，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礼貌。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开头录一个影片，我要测试看看你是不是臭婊子。结果你是好女生。你们在车上就开始录了吗？对，在车上。
经过酷炫认证，优宁是好女生。谢谢酷炫老师。没有，但是我觉得他很贴心，完全没 sale， 他早上直接买早餐。我之前在那边剪片到一半，女朋友叫我去买卫生棉给他，他们老子在剪片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还不吃，因为贴心是必要的存在。并没有说谁付出的多跟少。嗯，爱不能比较，爱不能比较。对。好，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《御剑神州》是一款可以交友的游戏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交友圈，不管是在帮派还是家族上面都很多元，也有很多亲密的社交行为。喜欢的话记得一起来下载玩，说不定可以找到你的网公网婆。没错。拜拜。拜拜。